能加多少都不随便，这样很高啦，然后再加不治疗效果，这样加到就很高了。出来，好累哦！我一切的影片都是你们两个的，超累的，不用换猴子，调整宝宝，他觉得他猴子才能赢。想象的 ，Tether Leader， 三十五十。他之前没有什么在训练到的，玩到现在，他刚刚前面好几场都是石头，只有上一场是公路，然后现在又是石头，没在训练到。抓，再抓，抓乱他，再抓啦！我三连胜他就结束了，我这个拉那个英雄强化，看到。咚咚咚咚咚！觉得他会不会三颗石头？而且他应该没那么敢吧？我在说，有点害怕。啊，不变的。三连胜，必杀技发动。啊，终于。好吧，他真的没有那么敢，他没有那个胆子，神灯的搓搓，有啦，比爆发好了，爆发打得更好。对，我不懂为什么他要用神灯，这样无聊。没开三度。这是上天的啊！我就当酷怪了，酷到底，爽啊！他已经帮我回了1500的血量，哎呀！酷到底吗？哇操！又有新题材了啦，爽死了！一路步到 B 格，差一点点，等一下这样才行，还是结束了。好像结束了，要结束了，因为50%，我现在这样是50%，然后不是要有英雄分源，哇，太嗨呀！通知到谁？对，然后他结果我输了，尴尬，哎，难见。34啊，他按33。从头出步出到尾，舒服没有啦，我有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都不啊，都不啊。哎，对。然后除了这个是意外以外，对我都不。耶，辛苦了。可以吗？不死鸟还算给力。